好，那党一根这首歌呢，它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，主要是在整首歌的前半部，就是主歌的那一大段。好，那我一样从头开始，就是往后面讲这样子。那前奏的部分比较需要注意的是，它鼓准备要进来的那个小节的过门，那个小节是五拍的，就是可以回去对着数一下，它是五拍的进歌点，所以练团的时候在塞音的时候要注意一下。然后再来就是主歌的部分，主歌的部分的话，因为它里面有融入 hip hop 跟就是饶舌的一些元素，所以它的原曲里面有叠一些电子的鼓的 beat 在跟传统的鼓叠在一起，这样，所以有一些小段落的节奏会比较复杂，像是23/24小节，就是它的hi-hat 节奏有六连音的那一段附近，那一段的节奏会特别复杂，所以在打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。那其实可以仔细去听它背景的，就是有叠上去的电子 beat 的节奏，就是去对着那个点就很好抓。然后再来的话，后面副歌其实都差不多。那总共有三次副歌，那前两次都是右手在 right 这边，那最后一次是改成在 hi-hat 这里。好，那过门的话都是差不多重复的，所以就是把那几个过门背熟就可以。然后再来一样，就是第二次的主歌也是有一些像是大鼓，第二次主歌的大鼓有一段是它是连踩，然后对着电子的鼓 beat 的那个 bass， 好，那就是注意一下那个点就好，就是它比较不像我们平常在班练简单的节奏，它是一直重复的句子这样。好，然后最后 outro 的地方就跟前奏是一样的，那这首歌大概就是这几个部分这样。